大家好，我是老朱。这个是30年前的茶盘，我今天就让它变样，变成啥？我想已经和好了，我马上浇筑，你们就看出来的是啥成品吧。哟，不成。本来是想配我平底锅的，谁着这一箱薄的，这盆儿都真薄。失误啊，太薄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